發現我一個好麻煩嘅嘢。咁我嘅狂想願望就係希望可以生活同契仔。有一段时间了啊，不过那个戏还是合作的挺开心的而且也是一个挺闹的挺开心的爱情喜剧。我在里面做一个娘娘腔跟一个很男人的一个小勇去合作。啊陈年。最后都是陈年。啊对。他觉得挺成功的，而且他觉得我真的挺女性化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太娘娘腔，他也没有骂我。你都觉得你知性了？有啊，因为我的发型是很严格的，有一个尖的地方，头发把它弄尖。如果被风吹开了，我马上要把它弄好，所以每天都在弄自己的头发。